夏云哥哥，接下来的事情交给薰儿好不好？你小心一些。 你是何人？这是我冰河谷的事。好个霸道的冰河谷！他若是你的朋友，本尊可对其既往不咎；但那恶难独体，本尊是绝不能放过。冰国主，你不能放过那萧炎，他是我们殿主天命。你若是想抓他，便自己动手。 二人不用争了，这里的人，你们一个都带不走。哼，好个猖獗的小辈，敢跟我魂殿这般说话！劝你不要为了一个小男人得罪一个连你背后的势力都得罪不起的存在。放肆！你算什么东西？敢对小姐这般说话？哼，魂殿很了不起吗？小姐，这几个人交给我二人来处理吧。冰河交给你。 魂殿与旁边那厮交给我。早听闻冰尊者的冰尊境，修炼至化境，老夫今日便领教一番。 萧炎，是你，本尊对战还敢分心？ 薰儿，
一直走在我前面。轩儿靠的是先辈以及血脉，而萧炎哥哥却是依靠着自己的能力走到现在，真要比起来，十个轩儿怕是都比不上。你呀、啊，这寒气大阵也是时候得破了。什么身份？禀尊者，借老夫一记炎天印试试。炎天印，定诀。冰尊者的冰尊境果然有些门道，真是痛快。林老，不要耽误时间了。啊，是小姐，老夫这边下些狠手。等等，这位小姐，请等等。田双子，回来。啊、谷主，怎么了？今日之事是我冰河谷的不是，还请小姐包涵。冰河，你这么做却不怕丢了冰河谷的脸面？萧炎哥哥，你的意思呢？这位小兄弟，恶难毒体的事，日后我冰河谷绝不会再插手。这些时差灭断后的速度，连我都是赶不上。将自己强行提升至七星斗宗级别，这小子果然深藏不露。本护法今日还就不信了，连药尘都没逃出我的手心，你这小辈还能翻天啊？白魂锁天芒，Yeah.
还的。二星斗宗的实力却将八星斗宗给击溃了，萧炎先生真是强得可怕呀。我们居然跟这主人动过手。以后眼睛放亮点吧，省得哪天死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一连套高级斗技破坏力居然如此之强，还真是小看这小子了。此子绝不能留。好霸道的天火三玄变，若非我的身体经过诸多天才地宝的淬炼，恐怕先死的反而是我了。不过这种熬下来之后的感觉果然极端美妙。魂殿果然诡异，就连殿内护法竟然都是灵魂体。受死吧！年轻人，何必杀气那么重？滚开！天蛇长老，我已发出讯号，很快就有魂殿强者前来支援，只要帮我拖住这小子，到时候他肯定插翅难飞。乌护法放心，此人交给我冰河谷了。冰玄冰华，你二人随天蛇出手，以最快的速度擒拿那小子。是是。以多欺少，冰河谷形势着实卑劣。成王败寇，我冰河谷行事只求结果，不问过程。使用了天火三玄变之后的你的确很强，不过并不能改变你今日落败的结局。两名斗宗，一名斗宗巅峰就想擒杀我，怕太小瞧我了。大言不惭，上！五轮离火法，没想到小家伙竟然修炼到了这般地步。轮离火法结阵，不好，结冰河阵。师老，我们的斗气消耗太大了，说不定不等那小子秘法实现抵达，我们便抵御不住了。不要急，将你们体内的冰尊境尽数传入我体内，我来施展攻击，将那小子一击必杀。小子，
到此为止了。谷竟然输了，独自一人干翻三大斗宗，其中一个还是斗宗巅峰，难怪新兰会那般肯定他能够救我叶家。此子果然非常人。飞魄散也难以抚慰老师之痛，当年你可曾想到会有今日的结局？我后悔啊，后悔当年没有事先将你一巴掌拍死，让你成长到现在这种程度。没想到这一次连老夫都是走眼了，但可惜此次我冰河谷不会再允许任何失误。萧炎，你先去歇息，此人交给我。歇息？真当我魂殿的人是可以随意擒拿的？实力恐怕达到了二星斗尊的层次，情况不妙啊。原来是青海尊者，没想到此次竟然将您这尊大人物给惊动出来了。天上子，别来无恙啊，本尊正好带人在执行任务，接到紧急传信便好奇赶了过来。青海尊者，快出手将萧炎擒下，他是殿中指名要擒住的人啊。你便是那个萧炎，被我魂殿盯上，竟还敢如此招摇，将那家伙放出来，你也跟本尊回魂殿走一趟吧。哼，滚开！青海尊者，你安心擒拿那小子，此人是萧炎的同党，不交给老夫便好。
定。像你老师一样，乖乖被囚禁于红日殿吧。即便是死，也抹你垫背。萧炎，上父未定，天火尊者要去哪儿伤了你，你便死了。